田馥甄的歌曲还是要幸福，分钟给你，再过来一点，好好，再放啊，好。柯导不是倒了吗？柯导，柯导就倒了。我还是买得到啊，这比贵咖啡西啊，税贵咖啡西里面有。A P 3万块有啊，那个镜头是多少？多少到多少？一标准那种什么24-70这样子哦。是小光圈而已，那种价位你要求多高啊？24-70是够用的，24-70。不是啊，我也就追求大光圈，那种小光圈的。是无聊，大光圈是要多大？你是把那个，感觉妈的都可以用后置什么数位的，跟什么大光圈？你妈随便拍，然后电脑在那边修的，不跟
起码只要有数位防守阵比较，不是机身防守阵比较实在一点。现在都可以把那个人用橡皮擦把它削掉，被你削掉了，你还有什么大光线？看它是有用吗？是啊，我觉得你可以提出来啊，就是投资性的。